各位同心，大家早安哦。早。啊，那一开始我讲一个笑话吼。啊，有一个吼老师啊，在台前啊吼，在教册啦。啊，结果有一个小明吼，啊，趴了在困啊。哎，就叫做小华吼，叫小明吼，改呕起来呢。哎，这小华讲吼，哎，老师，是你家己用困的呢，你家己去叫伊，卖叫我。我要跟大家讲吼，哎，廖俊林吼，学生会困吼，基本上吼有两个原因啊，是昨困无好，啊，无就是讲迄个江苏吼，正经互伊困去啦，讲敢那无啥物话精彩，互伊困去，啊，无要紧吼，我遮开放诶，你也想要困，好好困。那困饱吼，啊精神好吼，啊个吸收较好对无？啊，所以无要紧，我袂叫你，吼，叫旁边啊人甲你叫起来吼。我嘛袂叫你，我嘛袂甲你叫起来呢，吼！啊，我今日要讲的吼，主题就是讲创意的思考甲提案的制度。歹势大家吼，我迄个台语啊，甲迄个北京语吼，爱互相来讲啦，吼！啊，因为咱的迄个母语嘛爱甲提倡，吼！啊，一寡听无迄个华语、北京语的人，啊，我会兼咧讲吼，啊嘛，会闹一寡英文啦，吼！啊，这个创业思考甲提案制度哦，其实咱爱为虾米开始？为咱的迄个想法开始，是不是？啊，你即马有当咧想法无？你即马有想法无？有啊，你当咧思考，吼，这就是 creative thinking， 就是讲 in 嘛 ，in 就是正在进行嘛。你的即马脑筋的想法一定有诶嘛，存在对不？啊，存在，你有要甲咱讲吼？赚钱要变现对不？咱做头路，哎，变现啊，我们可以 shopping 嘛，可以把钱用在刀口上，那么爱啥对不？啊，咱的 thinking， 咱的想法，是毋该变作实际的物件，吼，甲看有提案的制度提出来，吼，甲变成事实啊，对人民、对整个社会有帮忙无？是毋该爱个具体化，毋是讲我伫咧想。但是我没有作为啦，我安尼咧想，唔是讲啊，你就咧空思妄想。所以我今日吼，可能第一节课吼，我会甲大家复习。你跟初级班你拢读过迄个遮侪讲师咧讲的嘛？吼，发你对无？啊，我会甲你复习一下。吼，这必须我会甲大家讲。吼，为即个咱的想法当中，中国的思想当中吼，吼，咱正经发你的当中。予大家觉醒，你较早受的教育，啊，加只即马媒体，也是讲即马现行台湾的政局的演变，是不是你要跳脱出来，有新的想法？这是我迄个 outline， 就是我即个授课的大纲嘛。主要分作三部分，予大家知影分辨是非。啊，那分辨是非，为了解中国人，啊，为媒体，吼，啊，启发无限潜能。啊，怎么启发吼？让人为创意的这个思考，这个根苗开始。哦，啊，根苗开始了，我个甲大家讲，要安那提案，把案子提上来，啊，要安那修改。过来，啊，咱要去接一个课，建工官，你即马初级班、高级班，啊，个法律点招、职务点招，过来职前训练，个过五关。了后会让你选填你的职务，对不？啊，你是咪爱去？去一个单位，吼、哦，啊，做一个主管，吼、哦，啊，你要哪管理下骹手人？这管理的方法，吼、哦，啊，我予大家有一个迄、那個、共鸣，有一个迄、那个看到一个苗，吼、哦，啊，你家己去压这个苗，予伊长大，啊，你看你要哪去接这个课，啊，要哪好好来做管理，这才重要的吼、哦。啊，我嘛是开始，我嘛一张白纸哦，我是学迄个有书方面的药师方面的。啊！你讲管理，我都无接触过啊，我要安怎知影管理咧？啊，我咪惊啊！啊，惊咩啦？啊，惊着孤立去吗？唔是，都是去学习就是啊。为头甲尾，你好好甲学习，那个就叫专业，唔是讲讲你他妈好好读个叫做专业哦。你真的有心好好的把一文学问哦，新台湾人好好为头甲尾甲研究，这也是你的精华，这也是你的专业哦。我。进前接受台湾民进进前，我拢唔知影新台湾，我拢唔知影即个战争法，唔知影法律啊。但是我了解了后，为头到尾好好甲看，好好甲研究。我感觉我有心得哦。
我即摆甲大家，当我徛阿遮做讲师，甲大家分享，即嘛是即个意思吼。咱卖了解中国人，为什么要了解？因为咱即摆是毋是和中国人来通敌人？所有的一切拢是中国人引起设计，设计嘛，引君入瓮啊！来来，你乖乖，你就到我即个框壳里面，你就好好去框壳里面生活。啊，我即摆是讲，迄框壳是小鬼仔壳，你想要跳出来，跳出来看世界。为世界角度看台湾，唔是咧中华民国这个中国的社会看台湾，看你的未来，安尼你会看衰去，是不是？吼、哦，咱先为日本天皇甲中国的统治方式，咱做一个区别，啊，为中国甲日本统治方式来一个一个一条一条讲给大家看，啊，再了解，啊，过来讲加入一寡法律甲战争法吼。哎、哦，什么叫做五十哈库吼？希腊字吼。叫五十哈库甲希腊字，这字义有意，这奥妙意义存在。特别讲真正，那看这个、这个、迄、那个年代图，这个是日本人做的，吼、哦。啊，要看什么？看啥？重点啥？你看嘛，人类的这个历史，这侪国家着一代换一代。我消灭一代，我变另外一代。我敢通敌，我敢歼灭人家的国家。消灭我成为自己的国家，我的国家又被人家消灭掉。你看，这历史就是安尼，到底什么原因？因为安尼，难过来看日本，这是日本做的，日本才谦虚的，谦虚的，甲因的年代放上后边。这样一个来看，为什么人类的历史是安尼？我打败一个，我国叫人打败，我国家消灭别人的国家，我国叫人消灭，为什么？即、这个迄、那个小明木善行吼，伫咧敢那两年前伫咱家上迄个国际班，啊又教一节课，我伊迄节课我刚看三四届，我甲重点精华讲给大家听。即、这个苦一家，甲迄个参拜，即、这个人叫做天照大神，即、这个叫大国主，即、这个是建国之神，日本的建国之神。啊，即、这个天照大神就是。因日本的天神底下有三个，就是三贵子之中里面的天照大神，他也是统领日本的某一个部，就是一个地方啦。啊，伊嘛是，啊，伊就要去甲磕头，甲请义工，啊，要安那治理国家较好。啊，伊就问伊一句话尔，讲我治理方式方法是希腊字，啊，你治理方法是五十哈库，希腊字跟。五十哈库下面，现在完，你就解开了刚刚那个年代为什么的原因了。下面叫做希腊字，下面叫做五十哈库。这个五十哈库就是讲主人配偶，就是你是我的财产，你辛苦的物件拢是我的，吼、哦，我独大，吼、哦。希腊字这是有迄个就外来语片假名，吼、哦，日本有分。平假名跟片假，哎、欸，平假名、片假名，这是片假名外来语。希腊字就是讲，我告知你，我让你知道事实的真相，我教育你，让你有自己的想法，让你进步，让你能让人民过更好的日子。中国是多一种诶，咱现在讲中国，中共是五十哈库，伊是甲人民当作啥？人民是伊的财产，伊要甲人民当作是伊爱尊敬的对象。虽然大家看嘛，因中国历史是教人有孔子思想、孟子思想，什么君为轻，社稷次之，民为重，对不？请问伊是咧教别人尔？伊本身伊中国的国家用安尼做无？你一个学说，你学说有现在叫就行为假说学说嘛？啊，干来实际进就是你有没有改革？你有没有去做嘛？为什么历代的中国的改革都是失败？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因为君王说：“臣子立马是外部分，你所有的一切不能凌驾我嘛。啊”哎，干嘛讲国王的利益、君主的利益？你这个改革已经高过我的头上了，我不准你再下去了。所以他们改革不能进步的原因，就是讲所有东西都是他因国王的啦，因皇帝啦。伊不准你有特别的什么想法啦。虽然他希望伊国家也在进步，但是实际上吼，伊头诶是咧教别人，无咧家己无咧改革。
所以中国思想就是讲哦，说一套做一套哈、哦。所以把人民当作是的私有物，我欢喜咩啦？给你落，给你斩，要给你抬，我欢喜啦。无你要安怎？啊，就是安怎啦？安怎乱造？变个那个草寇啊，盗贼啊，就成立一个政府，再把你推翻掉。啊，他自己呢，有没有在改革？没有，他自己也跟前朝一样。啊，所以为什么一个政权一直轮替嘛？哎、啊，不是那种民主社会哦，是讲我打败你，啊，因为你暴政嘛。然后我暴政，我变成君王了，我暴政又被人家推翻掉，啊，就一直这样的嘎嘛，一直嘎一直嘎，也连连历史都是这样啊。日本天皇统治日本有什么不一样？我们继续再了解哈。那先来了解中国的历史啦。中国哈，元朝、清朝是民的外来，算叫外来政权，就是外族统治嘛。但是已经嘛被攻下来，因起他的一个朝代，这个公平。我把你消灭掉，我是外来的民族，我把你消灭。你说我是你的朝代，阿那利亚大蒙古帝国也安那想，因怕过迄个东欧呢，规个即个全部连迄个什么苏联，加一大全部拢是大蒙古帝国诶，阿那一个拢讲伊的朝代咧。中共因真个国家是安怎？他们哦，只要这个面子，他们不要理智。他们真的要理智的话，他从头到尾都要检讨自己，他才真正拥有理智。他没要检讨自己的，他都检讨别人。啊，不然说他是我的，大清帝国也是我的朝代啊。啊，人家你消灭，你又跟人说你的朝代，又把对方给你消灭的人当作他是阿爸阿母啦。我搞不清楚那个逻辑嘛。你明明就是被人家消灭掉了。从这个年代我们再来看，这次你不能作为那个这部分的中国人来看。清朝就是因为大清，让人讲大清帝国了，因吼比迄个中华民国消灭，大概这应该在这边应该就要分成蒙古跟中华民国了。为什么？你看在1616年嘛，如果他是统一女真族也有部落很多啦，他把它统一起来变成后金，然后呢又什么大明帝国太弱了嘛，又出了一个什么把他们。开了什么山海关，把他引清兵入关嘛？按规都灭掉了，因大明帝国灭掉了，就是外来政权嘛，外族嘛。他一尊蒙古，自从这个成吉思汗也是统一了大蒙古，但是他死掉以后就慢慢没落了，他们自己也内斗，没落到说，哎，你要查大清帝国可以把你收为自己的。在那个同时，大明帝国灭掉了。啊，迄、那个蒙古嘛，伊个征服啊，是咪在那个时候，这个大清帝国就是这两个国家的宗主国。啊，那中华民国列解，因为是汉人的一个国家组成的嘛。啊，蒙古嘛，以国家列解，你当然要呢，蒙古就要自己本身要有个国家啦。所以我感觉这个应该是为大清帝国，这个就爱蒙古，这个就是爱中华民国。你中华民国它没有拥有蒙古的。迄、那个也租款啊，等于讲，啊，就继承权啊。你要以国际战争法的角度来看，你看嘛，蒙古跟中华民国，然后大清帝国，伊迄阵就叫征服，啊，那伊即个灭掉，伊宗主国灭掉了，他自己可以独立啊，因为无主国嘛，刚刚不是说无主国可以自己独立，所以蒙古当然是自己一个国家啊，他不是外来，他是在中国是。外来政权不是他的朝代，因为中国他们都不会检讨自己的啦，他们都说别人不对啦，吼，好，然后跳过我们讲这个，大家都大概知道，哦，中国历史是从开始是怎么去骗台湾人，骗他们自己的本国人民嘛，吼。啊，我讲没讲中国智慧跟西方逻辑嘛？啊，中国人有讲啊，我对网络设一个监督政府的话啊，不用那个什么监督部门呐，啊，你都搞啊？但西方讲袂使安尼呢。安尼你讲表面功夫尔，啊，安那安尼尔，请问习近平敢爱打贪？嗯，啊，你用迄个网络去监督就好啊，用电视去监督就好啊，臭死人哦！讲有这种逻辑思考，安尼讲智慧哦。啊，过来拢讲袂得啦，一个要讲荷兰茶加迄个美国茶好啦，你卖出来物件拢是有伊个管介绍个假介绍对不？有高低的原因是什么？表示它茶一定有它的特色，对不对？啊，你这个荷兰茶袂歹，但是迄个
加工这个荷兰茶好，但是你知道吗？这个价格就是一个大英帝国出来的，它只有它的一半。哎，讲好啊，这个卖这个茶啊，东印度卖茶好啊，是荷兰茶的一半啊。我当然要买俗俗啊卖，我搁再卖遮多，我搁孔明学搁遮悬的，我搁再赚遮多钱的。哎，是不是？你做生意人是不是？那个就是伊的计小啊，较低，你会赚遮多。啊，若搁较悬计小，你都利润都无啊，对不？啊，不过人悬计小，人要安怎生存？伊就搁卖了。欣赏伊个，需要伊个，管介绍个人，是毋是？伊毛伊生存的方法，甲需求对无？哎呦，讲你知影，即、這个英国人卖茶，因个胶水是胶水的大英帝国啊！你我拢来买迄个简单青菜，还是讲俗眼片？我冇讲青菜啦，讲伊毛一定品质，但是你替他缴税呢？啊，你就间接也直接让大清，让那个大英帝国强壮起来。啊！恁大清帝国坦白讲啦，甲大英帝国坦白讲，啊，恁是敌人还是朋友？迄阵怕迄个帝国，迄阵唔是讲八国联军啊？八国联军有很多的因素，为什么会造成八国联军？而且中国他们自己不懂得检讨自己，他去烧杀人家的那个大使馆，把人家大使都杀光了，人家对你宣战呐、啊！哎、欸，你那么被攻击哦？拢讲啊，我叫用侵略啦！你们这些列强很可恶啦！你拢无要讲，所有的战争都有它的原因，你拢无要讲原因。啊，拢讲人甲你欺负，啊，你有讲你是敢霸凌呢？你是敢欺负呢？啊，人要保护伊家己，要国家的尊严嘛？啊，人阁是列强，人当然嘛，甲你，你都互人，你都挖个坑让自己跳落去嘛？是不是？啊，讲到安尼，我唔知影，因为中国的逻辑是怎样吼？啊！因迄个西方讲，那会使拢袂使交税哦？迄个大英帝国，这個、社会那讲起大英帝国，已经垄断呢。所以要很多产品有竞争嘛，你不能垄断嘛。垄断就是让那个国家像我们啦、啊。现在迄、那个对隔壁迄个国家，那拢去买伊物件，让伊越来越愈来愈壮大。啊！伊是吼上个敌人，是毋咱台湾的敌人，是毋美国的敌人，是毋日本的敌人。但是一挂人去买因的物件，是讲一挂人走去遐做生意，啊，台商。我即马要讲嘛，就是嘛，你讲中国好，俗人工拢才俗的，啊，你拢去遐做生意，安尼呢助长了中国壮大。现在小白干，中国即马华侨吧，你知无？伊讲伊是老二，伊即马要变老大，伊连苏联也不看在内。伊若无苏联，伊敢有即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啊，所以中国也，他们是不是忘恩负义的人？继续再看下去哦。来，为什么这个鲁迅他是近代中国初期的算蛮伟大的一个学者？他当初看了一个在大清帝国跟新兴的一个资本主义，就是说欧美的那个社会进来当中交替的时候。他看到了这个他们那个中国人的那个样子，他把它写成一本书。他真正的在这个阿 Q 代表一个中国象征的人物，因长期中国的社会促成因变这种心态。啊，今毛新兴社会诶力量，因个要排斥，啊，伫中间交错，心理复杂，啊，唔知影虾米进步的力量，伊就将来酝酿嘛，国家就会乱，因为这种阿 Q 唔只一个人尔，这侪阿 Q 的嘛。就叫阿鲁得过且过，很骄傲自大，阿就讲哎呦，看到恶势力又很卑微，啊、哦，阿个阿谀奉承。你来看因中国人，无咧西方世界入来进境是虾米款？那进入来了，因阁变虾米款？这本书拢写足清楚的，咱阁继续看。啊，这个博洋大家知影啥人无？这种博洋写的唔是我写的哦。我讲哦，丑陋的中国人，基本主上下，应该中国人的嘴脸弄下就清楚。他们有那个气魄，有那个就是知识、读册人，一个角青的人，伊该写这种需要进步力量的册。不管是鲁迅嘛好，还是博洋嘛好，他们可以自我检讨，表示他们中国仍然有一股力量。但是很抱歉，这个一股力量还不成气候。因为这个体制，邪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因的体制，你已经那么多年了，你有没有彻底的方法能让中国真正的脱胎换骨？目前看来没有。
只有钱让他们脱胎换骨，目睭金起来，啊，若有钱就好啊，啊，别人死活因兜的代志对无？啊，咱台湾人是毋是安尼？咱阁继续看落去好无？敢咧看连续剧吼？博洋嘛伊讲的嘛，甲着了迄个什么病毒啊、细菌，我讲阁严重啦，啊，因就调咧身躯内面，那身体虚弱出来了，鼻腔啊就是发病了嘛，啊，但是因体因的身躯内面就一种霉菌、病毒、癌细胞。这个啦，最近这个作家讲了，来，伊这句话讲啦，我嘛再个读一下，这简体字啦，咱这三年咱卖讲出来，咱唱啊心来个叫好不好？吼，啊，但是咱卖讲出来，啊，这里也是个讲出来，低吼，那么为什么讲低？你在那个家有没有汉字的家？下面就是猪啊，他们创造字吼，有它脉络可循，可是也有它滑稽。又很无厘头的方法，那么我们怎样吼？啊，家里面吼，就是一头猪吼，好肥的一头猪吼。哎、啊，喏，改要探钱了啦，改革开放，哎、啊，要探钱啊，所有都忘记了呢。啊，老公伤害家己哦，伊他妈办法好啦，啊，够伊食一个甜落去，佮救入去啊。啊，因讲哦，安尼，伊怎么讲就是安尼啦。逼格啦，啊，就是猪啦，因的行为就是安尼。啊，请问，咱若检讨家己，啊，台湾人有安尼无？我现在就是要你们检讨，也要检讨自己，因为为什么要分辨是非善恶？你要先检讨自己嘛，跳脱框框嘛，你才有新的生命，重生。你知道我意思无？来，咱是不是猪的文化？用大地公来拜神，今嘛阁有哦。我记得我较早在细汉的时阵哦，迄、那个三剑嘛。敢那找人哦，每年找人哦，正月找人拢会拜地公。哦，我去看，哇，这大只的，吼、哦！啊，大家咧竞赛，讲多一个地公吼，甲大只甲肥吼，啊，第一名啦，特等号无？甲你尻川安尼，甲当一个特等号。伊安尼安那个饲呢，用惯的呢，还没有人道的，甲惯伊的食物就是要一直肥了，肥了，肥了，我要第一名，我一定要第一名，我一定要争取第一名。你虐待动物哎，啊，你的心呢？你先检讨你的内心。你残害动物，啊，唯利是图，吼！啊，你来看这右手边，右上角，较早细人讲嘎嘎嘛的，啊，迄、那个嘎嘎嘛哦，啊，嘎嘎嘛是啥？唔知啊，后来佮知影讲，伊咧形容中国人哦，即嘛是一个中国的杀猪主义啦。即嘛吼，他们中国吼，这嘎嘎嘛进步到嘎翁来啊，为甚物为嘎嘛变嘎翁来？就是因改革开放嘛，有低嘛，有通个食因的进步啊，把这是我的解释啦。我现在主要是要大家知道说，咱吼伫咧迄个杀猪文化内面吼，是毋是甲中国人赶快变低？有无？我们要不要检讨自己？我是不是猪？我是好人欺还是欺别人诶？我是奉献者还是被人家救的人？你知道无？你没有对社会是奉献，你是被人家救的人，还是讲你有大气魄，你来救别人，你要拯救的？你检讨一下你自己吼，过来。中国的酱缸文化，你家看，我为头，你家来去检讨一下。咱讲来讲这个商人无祖国，最近多一个人叫我们批评，这个商人，啊，都远雄迄个负责人无，啊，搞迄个巨蛋不干呢，啊，今麦要危机当迄个板南线，啊，那拄啊出了一个迄个柯文哲，啊，无要安怎？你若无出一个柯文哲，啊，经过数代以后，到一下子崩落去，安尼死几个人，啊，你过来追究？哎，这是20年前、30年前，那谁柯文哲没有弄好？那可恶的赵腾雄，我们需要每一次都去，就是往之前谁做坏事的吗？我们不能当下把这种悲剧，可能悲剧当下就把它做解决吗？就预防吗？所以柯文哲他真的是不简单，他是一个素人呢，他敢呛下那些。赵腾雄什么挖沟里里扣扣，中国国民党建筑的那些歪曲扭巴的那种政商关系，他敢去挑战，你们敢不敢？以后是台湾民政府的议员哦，有胆量哦，有无？啊，有胆量，啊，什么胆量？我讲给你听，你胆量为倒来，吼，让你先让个法理，来爱检讨家己，吼，卖讲家己外翘，不能够谦虚一点，讲家己自称达人，其实吼。达人吼，人迄日本吼讲达人是专家呢，人迄拢是赋予很神圣的这个对待呢。啊，你凊彩用达人，啊达人起码是要创啥？骗人的啊！
我就是迄个投机啊，敢无？啊，做胖嘛是安尼啊，啊，是无虾米啊？你看哦，某某一个食品公司袂歹，啊，结果你讲定心无？啊，讲什么？地沟油虾米油？哇，拜托诶，你达人哦，啊，人讲你叫达人，你是安那？对待安那咱台湾人，讲当咱台湾人戆诶，你知无？好，这个欺骗中国，现在有了钱了，到招摇撞骗，吸收自己新的人，再去骗那些，哎，有首饰的啦，穿金戴玉的啦，然后在赌场也会这样设局啦。你来看那个香港拍很多戏，有没有？叫什么？赌神对不？哎，嘛是骗人红款对不？啊，实际上台湾有无？台湾有染到无？染到人的歹物件无？有吼？然后那个蔡委员，你帮我点一下，我们来看这个。恶魔的诱惑吼，我一定要爱要大家知影吼，你为影片当中虽然伊是卡通片，但是咧卡通片的当中，我拜托你，你知影人的贪婪是为安那为出来无？请你为这个角度来看，唔是为卡通片好笑来看哦。你的贪婪是为多，其实你为贪婪为叔叔啊，就甲你鼻孔变这大。来看这个，今嘛长咧走的这个图啊。你看伊无声哦，但是有贪婪的心的人，对这个这浅的物件、细细汉物件，会把你的贪婪哦，规个拢个呕出来。你讲家里的欲望、家里的金钱吼、哦，到做伙吼，安尼你就丢掉啊，你就中标了。你早样看了这头还要痛啥？我是咪在做沙做皮壳，伊的贪就出来了哦。国家后边，国一个国家贪的。这个影片有八分钟哦，但是我唔是要你看好笑的，我大家检讨一下。你为了要爱这个物件、这个钱，你可以泯灭你的人性哦，吼，很可怕，贪很可怕。哦，斩钉有无？你就为了贪。哎，这稀奇的哪来米一个人？啊，你拢哎，一看这个，会使变门。阿姨，恁兄妹啊，想讲，哎，安尼我会使。就对伊吼，滴到遮侪物件哦，包括讲伊要做王，就咧做红袖对无？哎、欸，伊贪的人嘛，遮也要观察哦，观察讲伊咩啦变过愈侪钱吼。但是人，这恶魔敢会输你哦？人嘛咧算计你。迄阵咧，迄个硬壳就是迄个墨水啊，加迄个羽毛那个吼、哦，那是时候是很值钱的东西哦。压起来变我的用聚宝盆对吧？哈，用之不尽取之不绝对吧？就是人性的贪婪就出来了，他要受我的控制，啊，人没有你控制。这是英国一个漫画家哈，把它做成动画，吼，小学生哦，学单字才能够一个道德的教育啦。一个被夹果酱了，我夹不搞。哎呦，怎样讲？哦，原来他的死穴是要吃果酱。好，我用果酱给你，就是给你诱惑，给你控制。啊，他们两个人都进了那个局了，就是魔鬼设的局。因为你的贪婪，把你的贪婪挖出来了。你一波一波打进去挖，有没有死亡的概念对不？所以吼、哦，你来台湾民政府训练过五关，被接政权，你一定要有政治的敏感度，尤其在交替之时，中华民国，你咧中国的社会就是会用金钱，吼、哦，甲你变巧，互你去掉入陷阱。所以我甲大家讲，台湾民政府一旦你接政权，
千万不要跟任何的利益、金钱有任何的挂钩。你跨了，你跨了下面有关钱工程的，你要跨下清楚哎。对吉鸿迷呢，你要小心，哈、哦，不要被人家设局进去了，尤其是你身上那个印章，那个很重要。这么残忍，他可以为了他自己的需求利益，然后泯灭自己的人性，很可怕，这很可怕。啊，一直变物件变出来，因都要爱迄个 diamond 啊，就是迄个钻石对无？啊，看后来就摕去买啦，无爱物件摕去买，啊，要来买啥？买个水果酱啊。哦，你看，啊，大家今麦知影国民党的东山卫都来了。那第三，那日本人啊，甲咱台湾人的财产，你看，快甲咱全骨头啦！啊，这个。这个魔鬼吼、哦，我食到饱饱，要甲伊叫起来，讲我搁食无饱，我搁要继续食。紧甲伊阿娘叫起来，无果酱啊，没有了。这叫做贪的无底洞，他再去买贪的元素，你知道吗？他就是要勾引那个魔鬼，可是魔鬼啊，怎么有可能让你勾引？魔鬼根本就在操作你啊！就你就要怎麼怎麼做，你是在被他掌握当中，你自己不知道，好像你在掌握别人。我以前文化也跟他说啊，也出来，都没有你说的。我这影片未分清啦，因为这重要，我一定要把你头壳要看到完。啊，拜托大家为这个影片当中。一只角色，吼、哦，咱是咱的钱有兴趣，啊，别人的钱咱卖有兴趣。咱的钱是为倒来，是台湾民政府咱的薪水吼、哦。我啷讲的哦吼，啊，你也分得清楚的。迄利益金钱，别人的跟咱无关系。咱是要甲这个钱，这个工程款什么，甲做一个好的提案，对咱人民台湾有好处。唔是要甲钱，藏在咱的口袋啊吼。啊、因为因中国社会就是放在口袋下呢，吼、哦！啊，为现在习近平的这钱库要打贪，啊，因中国人拢放在口袋下呀，所以大家要斟酌哦。我们台湾民政府哦，将来接政权，你也要贪就是死刑哦。哦，这大条的呢，你所以我要大家了解吼、哦，我要很小心。这不欢喜的讲，啊，你给他关在那边，啊，伊去买果酱。便当便塞，你也当来给我机会吗？是假象，可以变的东西，阮无的物件变出来，那个不可能。我跟你讲，富贵如浮云呐、啊，金钱也是如浮云。你去有啥物路用？现在贪污叫人判刑的人，你有什么让我怨叹的？当初是你自己要选择贪嘛？你说我叫人陷害的，啊，你也没贪，你没要去做，你哪说给你，给人给你陷害的到？好，咱给切掉吼。所以大家知道这下场是什么吼？中国的这个思想当中，现在因经济有钱了，就变空变棒，收买人的心吼。因为那时候早期国民党也是收买，咱一些台吹台青嘛，人讲台湾人也是收买他们的心呐、啊，用权位、用金钱、用任何方法啊！你要检讨自己，我也要检讨我自己哦，吼！我要来讲，因中国式的迄个思想，你无听我的，我就甲你，唔是甲你结束掉，啊，无就甲你收为我自己来用，啊，无就用迄个宗教，吼，讲诶、欸，我是中国的主要的神啊，什么啊？是谁谁谁说我是神的？我是龙袍加怎么？不是有一个什么龙袍一起红的嘛？伊拢爱绑什么绑？啊，过来出一个刘伯温安尼，伊拢用这种的，迄种所谓的宗教，迄种所谓的文化，所谓的构思，
啊骗人民讲，伊是天主之命，咱都爱去尊重伊。我感觉真好笑诶！啊，你啊，正经是英明的皇帝，啊，你会被灭掉吗？你后代也不是被灭掉吗？啊你这是你的天命，啊，你是皇帝，啊，这不是笑死人了吗？这是有一点，你不觉得这个是非常矛盾？咱阁继续看落去，在中国，这个1945年到今麦，因中国的社会死的人死偌济人？这是官方统计哦，一下共6879万人，那其实是官方，我不认为只有这样子。你看，今嘛，他们要求自己的权益，需要那边集体自杀。你我看华人讲几下练身体尔，你都搞啊全部抓起来，啊，搁成立一个农场，搞我外八等，会当游泳都搞呕出来，还个啥物事无？活在人体的器官，你知道怎么叫做活在不？那有可能让你打麻药的，手脚给你拔起来，嘴给你踢掉的，我就给你呕啊，直接呕。所以你中国这个那时候，薄熙来他们那一些人渣啦，虽然他现在绳之于法，但是我觉得他们死一千次、死一百次都不够。他把人当作牧场，你知道吗？法轮功啊，一些。不听他的话的人啊，那送进这个牧场啊，给你凌虐，给你殴虐内脏呢。啊，台湾有无？台湾袂去殴内脏啦。台湾是虾米？啊，因那消出去啊，殴出来是卖消出去。啊，台湾有去摕到无？你敢无吗？你确定没有吗？很可怕，这共犯结果。所以你这中国的邪恶思想真的很可怕。但是以我们台湾人，我们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民族，我们不会因为他们这样子去憎恨。虽然我不喜欢中国人，我真的，我告诉大家，我坦白跟大家讲，我不喜欢中国，我甚至蛮讨厌他们。可是我要很清楚，为什么我讨厌他们？是因为他们历代的那个酱缸文化，跟他们的政府独大，不管人民，把人民当作私有物，或说愚弄人民，让人民蛮横不讲道理，水准变得很低。品性变得很差，你间接因为这样，你国家把它搞成这样，人家当然讨厌你这个国家的人民啊。事实上，主要的罪魁祸首都是因他的领导人嘛，还有中国背后背负的他们的酱缸文化嘛。那我们也是要祝福他们啊，有一个好的改革的力量。但你不管是说这个胡适也好，刚刚说的王朔啊、鲁迅啊，或是伯阳他们这群。所以有良心的中国人，他们是不是能够成气候？那我就真的不知道了。但是我们还是祝福他哈，我们还是祝福他们中国也跟人民能够过幸福的日子。那今麦要来讲日本天皇，通敌的方法是希腊子，希腊子就是讲教育你，我要让你知影事理，我要让你进步，吼啊，我要让你食饱穿好，吼啊，对家己负责任。所以因一系万代嘛，因天皇从来都没有被消灭过，因为他们就是这样统治他们的人民，就是爱民如子，那我们知的权利啊，你怎样为什么啊？哈，我刚刚说的那原因是什么？到底日本为什么跟咱台湾有关系？咱都爱为日本大清帝国甲朝鲜嘛，啊，朝鲜就乱糟糟啦，啊，大家嘛是要爱朝鲜嘛。迄、那个大清帝国甲日本咧想这些朝鲜嘛，朝鲜就战乱，里面乱七八糟的，定一个什么？迄、那个日清天津条约，即、這个朝鲜啊有啥物战乱吼？你通知我，我通知你，大家共同来迄、那个解决。结果呢，即、這个大清甲迄个日本吼，他们想这個，啊你若无通知我咧，啊就气甲起来，啊那直直迄个风头海战，都要整起来啊，整起来。1894年就开始正式给你宣战，你来看哦，8月1日，啊，甲1895年4月17日签这个下关条约，你甲看嘛，因大清帝国敢有遐强着？你看，敢有4个月哦，叫人拍输啊！啊，你讲中国啊，看起来应该才特强的吼，啊，因讲这边小白，这边南海个弄岛礁哦，啊，宣誓什么是因的？啊，即马一旦你也甲美国。爬起来，我看
我觉得还比这更短。不要以为自己很强了，你要衡量，自己有几扭重。啊，中国一向都是自大，哦，夜郎自大，啊，咱个看就笑笑了。你看哦，这个日本天皇统治的方法，这个下官调要定定的，内容到底是啥？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啊，挂牛，都当会后大家看挂牛啥物件？你皇帝对皇帝，这个大日本帝国大皇帝就是 Emperor of Japan， 就是日本天皇的意思。所以伊个这个台湾甲平湖挂牛哦，这个日本天皇是日本天皇个人皇家，因为日本天皇唔是日本政府，吼、哦，安尼有概念无？所以咱个主权呢，白纸写好哩，写伫咧马关条约内面，它永远都有效。只要日本天皇他这个制度还在的话，刚刚有说过了嘛，讲师有说过，若是那时候麦克哈瑟，或是说二战把日本天皇制度给取消，我们台湾真的都是中共硬去赔，嘿，我不行嘞，家在无吼，天佑台湾对不吼，家在无对不吼，哦，真欢喜呢。啊！日本天皇拥有台湾的这个主权，吼、哦，啊是咪叫日本政府去治理？安尼日本政府敢人治理无？有无？我一件讲恁听，你会感动到目屎掉，拢转水，为啥会目屎水啊？这唔是迄个中华民国敢人建设的，是日本敢人建设的呢？咱也先来看户口啦。啊！你大清帝国212年呐、啊，啊，请问？有甲人做户口无？无咧，你死外口，我伫插潲你咧！我讲到这歹听吼，你死外口吼，人要插你。啊，台湾就在战乱啊，都是谁要反对大清帝国？我甲你炸户口，你死去上好对无？啥人炸户口诶？日本人哦，十年诶，台湾遐侪人呢，十年甲你经历啊，1905年都复查。啊，你看即个是大清。不是大清帝国，大清帝国没人做符号、哦，是日本天皇吼、哦，因帝皇因为委托日本政府，讲这个就是户口成本嘛，对不？咱也要办身份证就爱这啦，我嘛有啦吼、哦，我是正港台湾人吼、哦，日本台湾人，安尼有甲你做铁路无？哎，铁路纵贯线是日本做的呢，啊，你讲什么迄个像淡水线，什么迄个平溪线？嘿，日本人做的呢，不是中国人做的。啊，再来讲这個，讲这個你就目屎搁滴滴一挂堆。伊做江南大船，伊爱偌侪钱无？日本票爱得50万呢，不过讲不急要追加呢。迄阵偌大年呢？你看呢，伊这拢钢筋水泥呢，唔是凊彩，阿门头甲你涂台高高的呢，做10年知哦？安尼，因差不多这个。那个十五甲农田可以灌溉1000公里，迄个可以涵盖。啊，咱台湾人有米有水果通食，唔是不毛之地。上个功劳，八田雨衣，这是伟大的人，咱真的要敬佩他。我讲啊，我拢在激动的啊。我来讲，那无伊吼，恁即马有啥物饭通食？外国进口。我讲这个啦，我一直要讲这个。江南大船，伊的支渠才加强起来1000多公里，可以跟你中国的万里长城媲美啊，对不？中国万里长城为什么要走？是他排拒外族，甲因的你们中，因讲什么五族共和？要即马吼，伊要统治他，甲共和啦。啊，伊迄阵来历史来讲哦，伊是要甲因来侵略，所以万里长城对不？啊，咱个迦南大军是要甲大家莫做伙，要甲日本、甲台湾莫做伙，这是有感情的。那无感情，伊为什么要开这大钱？伊甲台湾卖予法国就好啊，卖予别人就好啊。伊台湾迄阵是拢全蠓虫瘟疫的，土地拢打酷酷的，无水呢，上做的。哎，开偌侪钱来做这呢？阿公，40年了后，做一个破烂会，你甲大家看嘛，你清查嘛。已经这现代化了，你也嘛，我嘛，莫甲你讲，你也讲，哎，这是真嘛哦，对不？刚好现在差别，因清查，刚真嘛有啥差别？已经这进步啊呢！哦，你来看嘛，人国会再搁去佚佗嘞哦。你看，你这相片拢是你彩色的呢，这建筑物呢，你看，
现代化的建筑物咧，还有，他会把你当做殖民地吗？他会把你殖民地，他干嘛要做这种皇民化？皇民化不是只有一天呢？人家在下关条约上面都写得很清楚，皇民化有时程表，让阿拉阿拉内来走。所以这1937年4月1号这日期要记正式，你要改日本名，做日本日本台湾人。啊，人要给你当作是台湾，哪有可能给你当作殖民地？啊，这个中国人，你讲讲通敌，拢讲人殖民殖民，讲日据日据，啊，写那日据被抓下好哩呢？啊，你割让给别人，你讲讲我给你窃据，莫名其妙呢？这有良心吗？给人敌你的拢是咱大日本帝国，大日本呢？好，这正式1945年4月1号，明治宪法参战权参政权。安尼，你甲讲日本是伫咧殖民咱台湾，啊，讲咱即马台湾是殖民地，啊，这有良心吗？真的殖民我们的是谁？中华民国是不是？啊，臭西人应该是流亡的呢，啊，溃咱台湾人的哦，树皮阁溃骨。啊，讲啦，即马就变成咱可能连骨灰都拢无啊，对不？咱要总结，来，希腊字甲有希腊骨到底有啥无共？即马大家知影无？知影吼，我咧讲啥吼？来，咱来看日本的希腊字，咱爱为别人，咱要求家己控制自己的欲求，教育才重要呀，无私的奉献哦。安尼你看中国人，我家己好就好啊。刚才陈讲师咪咧讲，我为了要家己的行李客也好，别个人搬我出来单挑。哦，你中国人这么傲慢呢，这么可恶哎，都用钱。啊，我有需求，我愚民你。来，大家讲清哦，我这节是空完啦，那今嘛来讲正经。战争的体系里面，我们都根据上面所述《海牙公约》、日内瓦和平。和平公约的体系啊，红十字会有关战争部分的啊，刚刚美国最高这个法院有关战争条例，我在帮大家复习哦哈。啊，跟美国1949年美国陆军总署有关的一类法律汇编，哦，美战，搿段拢讲日属对不？日属啊，伊个大概有了解嘛？这个、时间性大家吼把记掉诶，日本天皇无条件投降。这个就是变麦帅，一般命令第一号叫迄蒋介石来，但一个蒋介石比迄个什么日本长崎啊，甲广岛投的迄个原子炸弹更加震撼。哦，煞炎炎，咱台湾关的心拢煞炎炎。旧金山和平条约是战后决定台湾的未来的方向。那我来念一解 ，Japan renounces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好，土婆摩萨跟普里卡多里斯，这就是北欧，这就是台湾吼，起码统称这两块叫台湾啦吼。伊是放弃假一切权利、名义、权利跟要求，不是沙文体，不没有放弃主权哦。啊，日本政府没有放弃主权，啊，伊日本政府就无主权呐，还是日本天皇有主权对不？啊，这片是日本，这片是啥物 ？Government 呢？啊那讲。你不能放弃主权，你嘛爱写 Emperor of Japan 嘛，你对象是无共嘛，所以即卖管辖权伊放弃，吼，即个蒋介石就过来占啦，再占领，啊，变伊有管辖权啦。啊，你叫做讲认贼作父，也都是中华民国来建设我台湾的。我咧，事实摆在眼前对不？上建设台湾的，咱过来看吼。所以美国军事政府对台湾澎湖有处分权、支配权，啊，美国是主要占领权。你知道麦帅一般命令第一号这么爱记哦吼，1945年9月2号，啊，这是咱的天皇，哦。再来，这是迄个秘密档案第三部，我内面重点嘛，大家讲，1945年10月20号是军事占领，不是光复哦。军事占领是不是我的土地叫军事占领？光复是我的土地。
啊，你讲啊，毋是讲开罗会讲反凡啊？等下佫讲吼，来 ，United State 那个 Military Government USMG， 来大概看一下，即、這个吼，即、這个美国国旗 USMG， 美国军事政府迄个旗帜吼，占领，这是占领台湾，吼，美国军事政府。安尼到底是接就介有啥物关系啊？高高低安尼讲袂煞，同盟国嘛，叫伊来代占领，就安尼简单尔。一个主要诶，甲一个代理诶关系尔嘛。过来，啊，到底要占领偌久啦？啊，着看你即个国际的局势，啊，恁台湾人诶表现，吼。啊，再来讲你要占偌久，啊，着占偌久嘛是咱一日日小米占。最后，咱就是跟日本变成一个联邦，安尼。啊，过来讲 ，Chinese Taipei 全名就是这个 ROC 嘛，他是流亡，这個、中国的政权流亡 exile 在台北 in 台北，所以人家你讲 Chinese Taipei 什么意思，你有在概讲了嘛？吼、哦，就是流亡政府哎，这是他们的 mark， 那袂使改钱，那是台湾 civil government， 啊台，啊两个清楚哦。吼、哦，咱即马来讲开罗会议，啊，若大家要休困的先去休困啊，歹势，因为我要继续讲落去，惊讲时间无够。那要休困者吼，就继续讲。啊，我即马要讲开罗会议吼，啊，继续去休困啊，歹势。即、這个不管是即个开罗会议，还是波茨坦宣言，还是日本投降书，这拢是宣称尔，我讲出去尔。伊并无讲想调约，伊的层级遐尼悬。咱若要讲调约，是旧金山和平调约。吼、哦，伫咧1951年9月8号来订签订嘛，啊生效就是隔年的4月28号嘛。我们战后就是这个签了之后生效以后，战争才真正的结束，战争的归属，就因为这个法条订以后，就是化为平息呀、啊，就是战争真正的结束了。啊，你讲这是迄、那个在战争时的，吼、哦、啊，伫当尾。我要讲这讲这，啊，刚有效。这个大家嘛知影蒋介石，啊，这丘吉尔，这罗斯福丘吉尔嘛，啊，就三千人当麦家己咧讲，讲讲的吼，啊，伫咧1945年迄阵过来震惊嘛，啊，12月要跟我们对外说，安尼宣称啥物，咱来看，讲吼，啊，日本啊，吼，伫1941年进行伫太平洋吼，啊，刚摕啦，刚占的拢偷偷出来。今天他說1941年，我可以接受啦，因為幾年前而已。啊，他怎麼說去台灣跟澎湖，我就覺得奇怪。啊，咱台灣澎湖就是在1894年就掛念了日本天皇啊。啊，我覺得他們這個開羅會的內容很奇怪啦。啊，你說就說這就好啊。啊，現在不是在戰爭的時候，就是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戰。啊，你如果要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我也覺得奇怪，日本人沒去跟你美国国对哇，你搁去讲要讲化休，两个物件爱合理。你好好好好，你讲到几下啦？1914年好啊。啊，你哪去讲到这1894年？啊，你开罗会议内容个奇怪啊啦！你讲嘛讲现成的对不？啊，你搁讲起人个在1914年搁奇怪，啊奇怪，好你奇怪。啊，那个讲起迄个下关条约，我连这个迄、那个台湾甲朋友拢爱学中国，还是凭啥？现在在说这个你在说那个啊，再来说啦，我刚说4月1号一个明治宪法行于台湾，人已经人的土地，人的土地啊，不可分割的土地啊，你是凭什么要跟他们吼，哪有偷税？我说过了嘛，下关条约啊，吼，啊明治宪法，这大家条子条去看，重点是什么？你是回忆跟说返还，啊哪你说条约，你说开罗会议是条约，那个马英九讲的啦，啊，若讲进行调约，啊，无你讲调约就好啊，干嘛讲会议？你还要再去解释干什么？你条约就条约，你干嘛要再解释？啊，就跟你讲，他就会议嘛，他要解释是他欲盖弥彰嘛，根本就不是条约，条约他会写，啊，要挂好把人拢就 set to 嘛，进行我讲我敢让渡给谁嘛？你大家来看这个嘛，我甲多少讲这个。镜头嘛，无讲我放弃这個，我要管啥人嘛？伊嘛无讲 set to 给谁嘛？无下啊？啊，你怎么自己认为说他已经割给你中华民国了？
吼，而且最终依据还是旧金山和平条约。啊，人的未来，你嘛不是你三国当面讲空嘴薄舌来讲的。你知影旧金山和平条约几个国家签无？甲都拢讲过啊嘛，48个对不？跟战争有相关的人，你要折服于人啊！你那恁三国啊，干嘛也来讲我不爱坐，不爱坐？啊，你讲动作是啥？你斗阵的吧？其实应该是讲蒋介石吼，偷偷叫人去甲日本讲和，伊不爱战争，哎呦，还有迄美国知影，啊，就叫蒋介石爱认真，迄、那个作战，伊是要睁眼一个肉，去嘴咬咧啦，但是无尾吞落来，伊嘛是甲利用啊，拢讲坦白的。啊，蒋介石吼，知影叫人发现着，啊，就惊讲后来即个伊的密使吼，去甲日本求和密使后来叫蒋介石处死，做衰无？我之前是奉你的指令呢，啊，即马讲你为了要掩盖你的错误，安尼把我抬掉。因呢，中国人就是安尼，你知影？哇，做中国人才悲哀，还阁才可怜呢。啊，即、這个波茨坦嘛是根据即个开罗会议，开罗会议都唔对啊，这哪有对？啊，即咱讲这個啦，啊，唔是去投降啊。伊即个蒋介石是以迄个同盟国内面。伊个、迄个军事战馆，伊是代表迄个盟国的统帅嘛？啊，伊战馆啊，啊，当然是向他这个身份投降，不是向中华民国投降哦。嗯，啊，你着用这因中国，因即摆中国毋是用迄投降书来讲，啊，伊怕呀怕呀。你们赞成蒋介石打赢了吗？他怎么可能打赢？他都是派密使去说求和了，伊怕输怕给迄个重庆比起来呢？闹呀！好、哦，所以我要来讲啥？总的我来讲，我刚刚都是在复习日苏美战概念，有清楚无？帮大家复习吼。好、哦，拍摄安尼有了一挂时间吼，我即马继续讲我后边的重点。来，这个问题拢袂让你思考的，因欢喜咩哪做？欲盖弥彰，那应该报的。台湾民进会消息无甲你报，你报迄六个俗个的，吼、哦。啊！我啊，无就甲你扭曲，文字甲你乌白变巧，啊！你甲你洗脑，无互你知影事实。咱来做一个检验好了，媒体在大概用这种方法。好、哦，我们用小小的检验，大家，你有没有观察的能力？你有没有判断的能力？人家在给你弯巧，甲你吐的时阵，啊！你有发现无？你用吐。来，咱看这个白，看了哦。我可以从你心内，你选一个牌哦，把你的牌抽掉，我一定可以把你的牌抽掉。告诉我，等一下告诉我破绽哦，或是你看到的先不要，你被测验过的先不要说哈。来个看一下，我会变魔去。来，有魔去不？你不要说你没有魔，没有哦，绝对有。你心内那个牌已经给用提起啊，破绽在哪里？为什么？为什么？不知道。我就让你观察，有人知道吗？哎，你说。你讲对了。来，咱来看这个白。来，这个七是什么？讲啊。黑的啊是什么？梅花对不？啊，这些六新对不？好，看一下吼。他是不是在耍花样？这个就是花样。来看一下，伊这七是新的，啊，等到这个六是梅花呢。重点在倒，在在你变搞变怪啊！啊，媒体都是耍这个嘛，啊，人家魔术师就用这种当大家娱乐一下嘛。刚刚也让大家娱乐，娱乐当中你要有觉醒嘛，对不？要有观察的能力，啊，你这是破绽啊！六个牌拢甲你抽走嘛，你一定心中那牌一定会被我拿走，因为我全部拿走了，然后换到新的花样啊。换掉了。嘿啊，啊，就搁新类似的牌嘛，甲你藏啊内面抽走就好啊嘛。啊，这就是中国社会的变这种变高变盲，就是变这啊，无你叫是啥？啊，你有智慧去了解无？啊，这个小姐袂歹吼。咱会使用这种的吼，来给大家娱乐，但是卖用这個来甲骗啊。啊、中国人拢爱用贪婪给你骗啊！我刚拄仔讲贪婪很可怕。好，媒体都在报这个八卦，真正台湾民政府有咧报无？有啦有啦，
买六个收购的，什么六个收购？讲咱身份证安怎啦？讲咱诈骗集团啦，讲咱缴6000块，缴几千块要做官，都给你污名化。重点，你怎么没有想说我们背后老大美国，我们告美国这件事情？你怎么没有讲过马关条约，让台湾的主权就嘛在倒？为什么你不爱讲这個？要讲开罗会议，你的心虚嘛？你的全部都是假的嘛？小鬼要卡大在面的嘛？你惊人给你拆开嘛？安尼事实都出来了，你来看这个嘛？你看这个监视器里面，监控器里面，你看这分明就是一台一安，啊媒体甲放这一台一，一台一，啊变一台一，啊变我们要主持哦 ，A 杀 B， 要变成 B 杀 A 啊呢？好，过来。啊，你伫中华民国的这个媒体体制里面，你要甲求是要求啥？你要求讲啊，拜托的主，你这个主就是媒体的，就是中国这体系，你是咩安那讲咩？拜托啊，主啊，你把这个台湾媒体搞好，好不好？你要归那个恶起来，归恶起来是啥？中华民国的体系恶起来，你求伊叫有路用啊？我想要让大家看一个影片，这七楼会使，但是我看时间无够，后边搁遮多，啊，若有时间我搁点这个，让大家知影啦，吼，还趣味的，啊，但是我惊时间无够，啊，无咱给大家看一下好啊，试一下，这应该是一个，让大家搁了解一下，哎，对，我感觉这个叫趣味的，然后他的声音又很振奋你，我现在哦，刚不是那个花样，大家看，要不？哎，咱今麦好，只高一点，看你有去观察无？伊讲啥物？你会知甲这线连起来无？伊讲用几条线连起来？三条。一、二、三是。一、二、三、四。四条。啊，咱共同爱五条。一、二、三、四对无？拜托诶，你有方法，四条落甲连起来。伊这个影片哦，就已经帮你设局了。这个影片就帮你设局了，设你的框框在他的框框里面了。说你怎么样都只能四条连线就是了。他已经帮你设局了，所以你再怎么想都一样。你只要跳出他设的局，你就可以把它连成。四条线连在一起，我还在想看卖吼。不要你去思考，让你想一下，还要放弃吗？我就是要放弃的。我感觉我们都有潜在很大的能力跟智慧，只能摸提出来用啊，对吧？当时有用过社会哦，安尼嘎嘎戆戆呆呆。我讲跳出框框嘛，你三条船咯，四条船咯，连坐会啊。可不能有什么技巧嘛，你就跟你讲跳出框框，三条会使。No problem， 咪闹几句啊英语吼，来，他刚刚跳出框框嘛，他刚刚就在这里面洞里面，在好在那边弄没出来嘛，艺术是赶快嘛，我人切起来，好，我赶快的艺术，你在框框里面，你怎么让台湾有崭新的未来，美好的世界，跳出框框。咱过来看，咱日本吼，伫咧迄个大地震吼，人炸都跳出框框啊嘞！你来看，怎么没有中华民国迄个流亡政府的国旗？那无？奇怪，那无？人炸都跳出框框啊！你台湾人够淡薄戆戆，阿公阿婆阿婆，咱来做一个红啊好啊！因为网友讲啊，这个晚娘在请台湾的新婆啊名啊名来名，我的名。啊，来看吗？
我中共啊派十五个人，我这个是题外话。啊，美国 America 140，啊，这个，迄个啥，洛萨，155，啊，这个蒙古12个，啊，这个迄个法兰斯吼，迄个法国100个，哎，韩国那波人，哦，有没有世仇？为什么没有人？哎，无啦，我跟你讲啦，等未来啦，是啊，资料还没打进去啦。哦，这题外话让大家笑一下哦。哎，我跟你讲，人家日本媒体，你看，人早就知影呢。啊，恁台湾人咧创啥？啊，讲咱最近四月份啊破相啊，我讲，还美国才跳着，还坐个飞机才用着，那破相什么机械什么，拜托那个都是说辞好不好？他给你宣示说这台湾是他的而已啦。啊，恁台湾人也要看呗。我每天讲到出个全破，公共的事实有讲无？啊，人中国敢唔知？中国早就知影。啊，为什么美国可以在台湾进进出出？啊，都占领我是主要占领全国呢，我这才进进出出啊。人啊，媒体咧讲这啊，人咧记迄个蓝屿外海第七舰队讲讲咱什么看风景啦，飞鱼季节啦，刚竟然台湾人当作白痴呢？啊，飞鱼季节干嘛需要大船这大船来吃飞鱼季节来看风景哦？笑死人哦！啊，就是。经营台湾人看表面的物件，啊，表面物件动作敢真的呢？吼、哦，所以咱对这个国际的局，迄个伊安那演变拢爱知吼、哦，因为亲中媒体嘛，咱拢掉在这个泥沼里面。咱的为什么咱台湾变得这可怜？就是媒体历史甲教育拢叫掐到喉咙，不能发声。啊，这个是一个每，那个在当台湾做英文老师的测验你啦，你到底对国际的观感，还是说你的想法？啊，你这测验题，我算一算啦，我大概及格边缘啦，15题安尼啦。吼、哦，意思是讲，大家卖敢注重你手边的东西，你无注重国际观，吼、哦。啊，讲好啦，啊，国际观它挂我台湾它什么关系？这样子，啊，无亚洲你敢知？我看我也是及格边缘啊，但是你知道吗？因为咱今嘛拢只了解台湾的局势，对不？咱今嘛等到来考考小 B， 伫咧台湾这个体制之下，你来台湾教册，你知影台湾民政府无？我嘛考考台湾人，这是一个反思啦。你要有国际观，那你也要对台湾了解，台湾的现况了解，跳出这个媒体跟他历史文化教育种种，跳出那个框框里面去了解台湾。哦，这个是放在这边让大家了解哈。咱讲继续思考三哈，咪来讲个重点。达尔文大家拢知影物竞天择，我遮侪基因着，我要存留一个好基因，所以这个基因哦，他的基因不好，他脖子太短了，所以他死掉了哈。再来，这个是讲我遮侪方法嘞，我要食了这个食物，我都点么想遮侪方法，这方法的意思，点么想来想去安尼。唔知安怎才好着，啊！你家己那边想，大家也都会有哦。你碰到一个很棘手的事情，你都想，哎，我脑筋就开始在转了。最后你找了一个方法，你就摕这个整个角啦，这个保利龙做的整个角，拢只翘着，啊，脚甲举起来，伊就在食着物件。伊就知影安怎处理方法啦。你若去等到出来，还是外靠，迄、那个非常让你很棘手，还是个突发事件，你咩啊处理？迄阵你也乱糟糟的。很盲目，后来你就顺着这个方法，后来你知道这个方法就好诶，你就一直用这个方法。但是咱无讲甲这个方法俩，那个训练甲去这做方法了。甲这個意思是讲话，这个帕布朗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分到一个事实发生的时候，你马上有第一个反应是什么？那个脉络，也意思就是这个脉络。吼，你有这么多的方法，你一下子你反应怎样？譬如说你烧着无，你一下子就会揪离开，车要过来着无，你惊动诶，这是生理的那种反应，我可以这样解释。但是我们碰到很多处理事情的方法，你不会说只训练自己一个方法，你训练自己很多方法，一旦发生事情，哎、欸，你都要有欢迎咩啦解决的意思。啊，这個、意思是讲吼，我可能无遐巧着，但是我可以用我的语言，我的语言跟文字，我去学习，不断的学习。
啊，有自己的经验，有了自己的经验，我壮大自己的能力以后，你就可以去适应环境，哦，发挥自己的长才，发挥自己的长才之后，哎，你又可以去扛错这个环境，这环境不好，我们就提案出来，我们就是改变环境，这就是四部曲。首先，你就是利用语言文字不断的学习进步，然后管控，然后吸收啊，表现我掌控了，适应这个社会了，这个环境了，我拥有自己的能力了，我就可以改变这个环境。这就是我不断的强调，让大家知道我们都有这个能力。你就是不断的去学习。那我们大脑有接收、储存、分析、控制这个能力，然后我们有左脑跟右脑。左脑跟右脑他们所扛错的东西是不一样，你可以了解你到底是左脑发达还是右脑。那你找左右脑呢都差不多，表示说你有待开发的更多的地方。像你假如说右脑的话，你只要差不多就是右脑，就是 会有创造的想法，会有一些这个 emotion 好啊，这个那个天就一直会有自己的想法啊，小说啊，或一些情节或是情绪方面的，哈、哦、啊，左边这个左脑就是说比较逻辑的、判断的、数理方面的，哈、哦、啊，那我们左手右手 care 的这个大脑左右脑又不一样，哈、哦、啊，左脑的话哈、哦，它就是右脑掌控嘛，啊，我们右脑的是左手就是右脑掌控，哈、哦、哈、哦、啊，左脑是掌控右手，安尼，我要讲这个图是啥物？让我们就在我还没加入台湾民政府之前，我是一个死的电位，根本不是电位，根本就是没人讲，人讲瘫在那里，我就是朝九晚五，我就一个没有就是没有活药的一个人。但是加入台湾民政府这个因素之后，或许我就是一个活化的电位了，我脑筋就亮起来了，我的想法把球金起来啊，想法就好像一个火球一样，我看到的东西我可以看得很深很遥远，因为我了解很多东西之后，你就不需要其他外界可以给你干扰了。现在也有外界在干扰你的想法哦，那些叛徒，但是你的远界你的电位已经传到最根本了，你知道日主美战这个法理以后，谁也不能动摇你，因为就在你的脑筋里面了。这个故事的意思这个图的意思就是说给大家听，那有观察力，你可以有知识背景，你有环境，你可以激发你的潜能，最主要观察力很重要。刚才那些看牌子啊或是什么，就是观察力，大家跳脱在框里面，跳脱到框框外面，不要在框框里面去设想事情，就是你要有观察力。那你汇聚了这个力量之后，你要坚持下去。爱因斯坦啊，说你就重复每天重复的事情啊，你要求他不一样的期待，你当然会觉得说那就是神经病啊！啊，我都要爱底线，但是你都没被改变啊。过来啊，为什么爆肝的是我？为什么你老板在那不分？啊，这老板那个心都这么欢喜的，说啊，你怎么不分？我就做到你给你卖命。那老板说啊，不你起来啦，你起来起来，给我跑吧，你再给我争啦。你说你就给我争来，我手撑起来，你给我站下去吧，说我就要给你站下去，啊，给你站下去，你不给我洗头咯，我不给你洗头咯，我给你站下去。好，他就好好，我积怨已久，他叫我报仇，我就来报。他人叫你报仇，你要报吗？老板说温准让你报，你要报吗？要吗？人老板头脑这么巧的，你这怣工人就是干一种想法而已，但是人怣工人就是说我就要报仇，他就给他打下去，人那个老板就把他手揪下来，他就去打到壁，你叫他算啊，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你的脑筋怎么转，你就当什么位置的人嘛，对不对？人来台湾民进户，我们脑筋就是这样会转的人，转脑筋的转啊，不是赚钱的赚哦，我们会转脑筋嘛，我们来台湾民政府为了改革台湾未来，造就美好的未来嘛，因为我们脑筋想什么，我们就造就我们未来。你不能够怨天尤人，你要改革自己。我说从头到尾就在讲改革自己哦，是不是？改革自己，把烂的、不好的抛弃，好的东西
就变成是我们的了哈。爱迪生发明这么多东西，哎，创造力是什么？全神贯注，顿悟。有时候是直觉，但是要安静的想，就安静里面去想一些东西，不要那种七情六欲，或是有那种吵杂的环境，把你的脑筋的明灯给抹灭掉。所以你要不断的把自己清出来，哦，开放思维，就像布蜘蛛一样，蜘蛛网一样，把它布出来，点线面空间立体出来，你就会建构你有创造的能力。再来还有一个提案，等一下我会再有一个一样的图，大概在演变的图让大家看哦。哎，这个是不是让你有没有耳目一新，很新的东西？啊，这不是加一块银两块银，啊，我刚看一块银两块银，哎，奇怪呢，佫会说哎从安尼呢，趣味对不？你感觉有创意不？有哦，人做出来。啊，这电梯吼，啊，我讲一下就好，因为咱到十二点对不？这电梯就是讲，一般的电梯，伊甲做一个敢迄个键盘叮叮咚咚。本来无做叮叮咚咚，迄阵吼，大家拢要坐这个电扶梯，做甲叮叮咚咚，大家拢要来去咚咚一下。哦，那我嘛想讲咱遮吼，哎嘛来叮叮咚咚一下，哦，大家要在有能力，有自己努。我说嘛，我们新台湾论是个专业，真的是法律，你从头到尾研究就是你的。你也可以有新的上台做讲师，吼、哦，你嘛叮叮咚咚起来对不？因为趣味啦，这嘛哎看起来吼、哦、很沉重对不对？哦，都看不懂对不对？但是你也甲当作趣味的物件，会变你的，吼、哦，啊，甲当作在趣味的物件，你叮叮咚咚，你都会使讲给大家听吼、哦。哦，你看哆啦 A 梦，你看伊迄底下内面会使。其实它只是代表日本人很有创意，他创造一个这个机械猫，机械猫里面有很多东西，有多创意，代表日本的民族性啊！人家有这么多新的东西嘞，可以这样变化。好，他让我们有梦想，很开心。哎，竹蜻蜓，够可能我家，我就再飞起来，有可能吼、哦。哎，喂，那个时光。我也再倒流回去吼，我姐姐我也登记，我看我细汉多生出来是虾米毛病啊？敢袂使？刚刚看起袂使哦，但是我跟你讲，我要保留的态度，因为未来不可，那我们怎样？不可意料啦。啊，接着一款任意门，啊，我为厝的，我厝住咧三甲嘛，啊来食吼，我都爱搁坐客运车来。啊，若有这任意门吼，我咱阮厝后边开一个门入来就好啊，对不？偌好吼？啊，有可能无？无。我有持保留的态度，因为创意吼是无限的，不可预料的，所以我要留有一点余地吼。好，你看人这，看看这个空气枪，人家在做这，你很多创意就出来啊。要不然这些东西以前都不可能，为什么现在变可能？过来你看嘛，这就是讲，以这种喙齿也在刺青吼，啊，看你内面细菌生啥款的。哦，你看，啊，佫伊有迄个青眉的人会使看到，啊，你安怎看到？人有一套创意的方法。哦，啊，你讲3D， 哦，这3D 列印实在太稀奇了。你讲，佮拄仔讲伊什么活在人体内脏，啊，让台湾人根本让人内脏，啊，去器官捐赠，无人爱捐赠啊，拢来去中国去买。啊，咱有3D 列印，啥物事无？咱较早纸毋是按列印落纸，安尼个列印，那个点线面呐。啊，即嘛是个立体起来。我即嘛要做一个肝脏，要做一个游记，要用这种3D 立体要做出来，然后再用一些生理方面医学技术把它做得跟真的一样。都是这个是真的发明，已经有在做了，已经在研发了。你看对人类有多大的进步。所以这是创意啊！哦，还可以，以色列还可以做成人工的这个，以后你也糖尿病的人都免啊为这个所苦了。你的腺体啊，植入进去，我都免阁怪食降血糖的。哦，我免阁做迄降血糖的药啊，食迄降血糖的煮啊，甲食拢免啊。
啊，哥，这里我老花，我就矫正我的视力，我视力多少，他就帮我矫正了，这个是矫正老花眼嘛，啊，这可以运用到很多很多人。你看人家就可以做到这样。我今晚要讲的吼，距半个小时，我不知道能不能讲完吼，但是重点就给大家讲，怎么叫做属性列举法？就是讲吼，我把一个物件吼，伊吼做的款，互你看到，啊，你把它的元素打破，重新再来把它整理组合，你有什么创意可以改变它？吼，从这个名词、形容词、动词，伊的功能里面，吼，你需要将伊的特性列出来，缺点列出来，啊，你的希望也列出来，你怎么改变它？咱今嘛来讲迄个麻辣锅啦，吼，恁敢有咧食麻辣锅有无？但是我感觉麻辣锅敢卖食诶，迄对胃较无好，吼，啊，个人会很，无啦，这是题外话，我读医药方面都甲大家讲，吼，诶，麻辣是会比较伤身啊，火气会比较大。但是我现在重点是说我们怎么改变麻辣锅啊，怎么改变，你先把它的特性列出来，它的名词、形容词、动词，你稍微记一下，有这些你怎么改，你怎么把它属性列出来，属性的意思就是它是什么东西，你把它具体呈现出来，对啊，它是锅子啊，啊锅子也靠瓦斯炉啊，它的物质啊，它是有的材料吗，青菜萝卜鸭血你给你扣扣的吗，啊，做就是家己煮起来嘛，熬熬嘛，对不？啊，形容词讲啊，无伊是圆的、扁的，对不？啊，什么色的？我你钓鸡花两片就变暗红色的啊，吼！哎、啊，口味有重无？有无？这个形容伊的性质是啥？过来动词伊的机能是啥？哎，啊，就好食好啉啊，啊，就是食起来感觉有活力啊，哎、欸，很暖和啊，嘿，这就是特性列举法。过来，啊，有缺点无？动力嘛有，啊，什么缺点？想一个好不好？来，啊，辣吼，来，是不是伊这个缺点是讲加速度，会讲你烧甲打起咩乱嘞？是袂使改善，还用什么改善？等一下再看吼，材料会不会太少？汤太辣了对不？还是不入味嘞？猪蘑菇了吼？啊，形容词现在受热不均匀嘛，啊，可能油烧多啊啦，里面给我一些内脏啊，或者肉放进去的，啊，口味太重啊，啊，功能的可能就是我刚才讲的嘛，会胃肠不好，好、哦，这是也缺点，啊，也你希望要改变啥？你可以创造以后，你只要开一个火锅店，有麻辣锅，里面那改造。啊，我诶，迄个人客诶，门庭若市，我会赚大钱。来，要安怎改造？哎，用电磁炉、太阳，哎呦，佫用个太阳能呢。你知影有人讲用迄种诶太阳能去煮迄能无？哎、欸，伊就是讲啥物？印度即马收热对无？迄个卡一个能伫伫烤卡顶就煮熟啊。哎，就太阳能，类似那个样子哦。来。啊、我希望他怎样？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哦，我能调味的更好，让它色彩能够引发食欲。一功能，我也是搞到我们讲太辣了，我有没有办法让它能养生？有视觉效果，哎，我就招揽很多客人，对不对？后来。我换一个数位相机，直接公布答案。大家回去吼，你手边有啥物件，你想要安怎改善？来，你把它列成图，这都大家创意的一个思考。吼，你打破它本来的属性，再赋予它新的属性，你怎么改善它？就用这种方法。好，再来，还有创意十二诀。安尼讲吼，想个文言，咱来看一个较趣味的。十二诀一定是十二样嘛？第一样叫加一加，安那加？我橡皮擦加铅笔，大概用怎样有这嘛？那可是那个时候是很大的创意呢。好，那个大概思考一下。啊，请问你手机顶头有啥物无？有人跟大家讲无？
滑手机的，嘿，嘿，这多的哦。啊，那拢阿伯也咧讲，啊，你少年的咧，哦，这阿伯好厉害呢。然后不可，我觉得人家老大人吼，智慧的累积，而且他看得清楚真相在哪里。尤其恁少年人愿意来教，我真感动的，因为即摆少年人拢闭伫厝，也无落伫网络世界内面。啊，所以恁来咧教认识真理哦，我真甘心的。吼，咱也嘛爱向这个阿伯啊学习，咱甲拍一个抱啊，好不好？吼，无唔对，阿伯啊讲得对，咱这位阿伯啊动心，这会使用啊，利用啊，为啥袂使利用？啊不，为现在今的手机、智慧型手机，大家拢爱甲要死。对不？我过来剪一剪，安那剪？哎，我安尼动作就较流利啊，对不？我又可以保暖。安尼我这个袖子剪掉会变什么？那变背心啊，对不？来，过来，扩一扩就把它扩大，哎，扩大会怎么样？你把这个小渔船扩大就变露天伞了，哎。啊，小客车你个大成什么？一个就是像车子一样，你把就旅行车或是汽车公共，人家这是人家发明的，你觉得现在没什么，可是有什么是人家刚那时候发明的，觉得他很厉害。啊，你把这压缩嘞，把音响压缩变 MP3 嘞，这个没有答案呐，大家去想想看，你把手提电话压缩，你把电视机压缩会变什么？你去想，没有答案。那你把冷气，哎，冷气也可以压缩、哦，你觉得不可能啊？干嘛冷气压缩？有没有？以后有走动式的冷气机？哎，这不是不可能哦，哈、哦。改一改，一个扫把可以改成吸尘器。那你皮鞋能改什么？你鞋也使搁下面安那改。我要去登山，无遐只起来，我要安怎？哎呀，啊，搁冰山雪地嘞。以后对飞天，你讲对。啊，鞋啊，我穿落去，我会飞起来。啊，即马哦，有一个电影讲哦，啊，我鞋啊，甲穿落去，我就变迄个模样。我即马一个查某囡仔，迄个高跟鞋，我甲穿落去，我就变一个查某囡仔。这有可能无？无可能。我持保留的态度。你不可能，我现在都不太想不可能。我跟你讲啦，在中华民国死赖在台湾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说，也在搞后罩呗，不可能。哎，为什么现在可能了？你那时候知道台湾的国际地位吗？那、啊、现在为什么变可能了？因为大家知道了嘛。对呀、啊，那时候怎么有可能给这中华民国掐罩？再想一想哦，过来变一变，没让它变。哎、欸，我卫生纸看起来这么单调，我把它弄外壳好漂亮哦。啊，这饮料啊，喝起来咸咸，刚哎，喝饮料不什么醋味，哎，我可以加一些东西啊，对不对？只是不要加一些防腐剂啊，什么那个啰嗦狗哎，危害人体啦吼。连起来，大家那么想，李小龙双节棍，那个有三节棍哎，啊，其他嘞，可以把它串联起来吼，它就有力量大了哟，它就可以功能比较大吼。哎，除毛刀、电弧刀。哦、啊，这个可以怎么用呢？可以用在外壳上面啊，漂亮啊，对不对？眼镜框啊，哎，我用这个浅钱可以去代币，对不对？就方便了。哎，这个用光碟这种方式去做一个那个磁铁片来载资料的嘛。那你跟 ATM 也是一样嘛。我有一个卡片，我就可以去领钱，我不用带辛苦炸那个60万，哇！我们用淘汰机搬一搬，哎，囡仔惊无去，安尼个手机，刚动作刚那动物哦，是不是？不是啦，其实也是怕小孩子不见哦。啊，电脑键盘它有更多的功能哦，可以用在这个身上哦。再来反一反，你看把背心两面可以用，啊，家具呢？哎、欸，我沙发可以把它翻转呢，它就有功能。我在想啊，那个空中飞人有没有？它不是有马戏团嘛？
啊，你即个跳去彼边，佮跳去彼边，啊，接接的，看无甚物戏，无甚物趣味对无？啊，那你讲甚物？佮练一个，佮练一个，佮练起去接掉，哎，唔真好看。迄就是翻转的艺术嘛。你看迄时钟嘛，啊，佮你手头的手表，伊即马拢顺时钟对无？啊，那个翻转会安怎袂？时间会不会倒流？我可以看我20岁的时候的我。我来，这是题外话哦，就是它多了一项很新的东西，让你有 很多的想法啊，你会想要试试看哦。定一定是定什么？你这样哦，洗面槽啊，对不？啊，你也无冲击坑对不？啊，水你是咪拢会抹起来，抹去外口，伊就冲击坑嘛。伊就定一定就是你要界定，你水洗面槽洗面后，但是你要界定说它的范围在哪里。啊、政府政策有有公告政策啦，啊，咩啦外汇咩啦限制啊，迄、那个今天嘛是阿伯那么提案的制度里面去想一种方法，那我再提来想吼。啊，那讲你讲外劳啊，等外劳要基本工资嘛，吼啊，等台湾人不愿走嘛，那、啊、就请外劳来走，啊，形成就业的问题，啊，是不是就该限制？这嘛是一个概念对不？后来。你也要办一个 party， 我即摆来创意，把这全部摕来用。哎、欸，我想要讲这个面条啊，啊没有不要有咖啡，也不要酒精的酒。哎、欸，要怎么弄？你可以想一下，最后大家等一想看嘛，加一加，减一减，学一学，带一带。哦，这个创意的12诀，随时都有梗可以想哦。哦，今摆剩下多少时间，我就讲多少。大家先把这八样，我本来不要念嘛，后来我也要念嘛。零一疙瘩，这就心血的意思嘛。啊，这 coffee 啊，这 camera 嘛，铁球、电话、taxi 外来语啦哈，这就是片假名。阿贝啊，应该怎样？啊，哎，对对，温泉哈。啊，这个沙鲁对不？高山那对不？阿贝啊，你个记起来，这个一定要记这个，这个爱记这个。啊，我讲背，你爱讲啥？袂使你看，背是啥？阿伯拢记起来哦，来啊，大家记哦。啊，但我要教你安那记起来哦。咱即马吼，等下，我要公布答案。咱个想法就是放射性加螺旋的想法，顺时钟向外面扩大想法。啊，这个是向四面八方想法，不是起落去想法哦。啊，你得找死啊！你定点就好啊，你就去撞啊口卡，弄啊口卡，弄别的好啊。只有你一个向外面去想，广阔的天际让你想，你为什么要只想那个点呢？这它是所有曼陀罗想法 ，mada， 哈 ，mada 也属于讲我它的本质精髓，从那个本质里面，我们去寻求解决事情的方式。跟我讲嘛，你一定向外面去想，你不要向里面去想。哦，他有一个顺时钟的想法，我们用大我的想法来想，哈、哦。那放射性的想法，四面八方去想。这边还有一个影片呐、啊，提供大家可以大家参考。但是我时间还有15分，我后面还有很精彩，我就告诉大家要向放射性的想法。今麦要来讲心智图，应该在座有人跨过这种图了吧？心智图，你看这个吼、哦，右下角也就讲，我停到到这尔。我想想到这我就回去了，但是你也依这个神经传导，你这个又传导，我这个画一个四个而已，一个一直传导跟我们的神经是一样的。我现在手可以动是因为大脑然后传到我的手，那是很多很多的这个神经元一直传导。我们的想法也是这样，心智图也是这样，我一个 主体就是我的大脑嘛，人家说主体我呢啊，我扛错它，主体有几个关键，关键里面跑出来又次关键，嗯，它中心主题，它有主干、枝干、种类，哦，那后面还可以再归纳。哎，你到底在讲啥？哦，无啥啥，我写讲一个大的图，我大概有一个概念。我来举例，譬如讲，哎，今天哈，我的主题嘛，哈，这个叫做 brain flow，brain flow 是一个。一个落来，这个枝节叫 brain flow， 就是 brain flow， 这是 brain flow。这个花瓣呢，我有中心主题啊，我中心主题几个关键，
这个地方就叫做 brain bone。那 brain flow 就讲我这弹出去，吼、哦，这个枝干就 flow。好、哦，比如讲伊啊，你伊啊，你会想到啥？你就一直想，一直想，一想，就敢那讲这个主题是啥？你就一直想，一直想，这个、是 flow 的意思。brain 就是大脑，这个 flow 的意思。啊，这花瓣就是伊的关键嘛，伊这主干的关键嘛，叫做 brain 嘛。啊，我要去这个，比如说我要去阳明山，我会去。想要创啥？伊个关键，你就想讲啊，我要去食伊个家己个迄个鸡肉饭，啊，要坐小火车，啊，要去看云海。啊，过来，即、這个你落爱继续，搁落去要想啥嘛？鸡肉饭搁想落去嘛？即嘛，咱来讲，我要去旅行，我要去旅行，即、這个是你个中心，我要去旅行。啊，我即嘛是要迄、那个 bloom， 我个花瓣，我花瓣是啥？我要爱准备啥？保险啊，行程、时间啊、地点。啊，搁拖出去想就是 flow 嘛，我要哪做安排？你这个旅行你嘛安尼会使去做迄、那个迄、那个行程表诶，迄、那个安排，好、哦、就是安尼。啊，干嘛呢？搁有哦，我这个心智图，我教大家这个心智图会使啥物用途？这个就是 flow 嘛，啊，再过来搁延伸下去的，这个就是 flow 嘛。你搁再搁拖出去，我即马就台甲大家报告，啊，报告啥？重点啥？啊，恁会使我材料用啥？就是一点传出去，好、哦，你了解。啊，你要整理迄个小说，要看小说，还是讲我读落一个历史，还是什么什么数学什么？你都会使做这安尼来整理。在后面是归纳，吼、哦。啊，你这个大纲就是这个 flow 一定要先定出来，再 flow 一直想落去，想落去。啊，你对一个学问要整理出来，你的新台湾论，你有写新台湾论。啊，重点你个写讲，哎、欸。是不是旧金山和平条约？什么历史的事件？先下给你，一个下，啊，佮拖出去。哎、欸，有好读无？你去整理看卖。我介绍大家这个方法，啊，佮把迄个历史年代先写出来，然后它发生什么，你也可以用这种方法。好、哦，这一样，吼、哦，它主体，它关键，啊，拖出去的 flow， 我要写什么？做一个整理。啊，这是我个人啦，我之前几年前巴肚在疼，我想讲啊，这个阿咩啦，做检查做几条线啊，拢甲写出来，佮摊出去爱做甚物检查，啊，当然再佮写出去吼，这是做概念，互大家听，互大家看，吼，啊，这记忆术嘛是同款，记忆术嘛是甲树啊这个根毛，这个主干毛，啊，佮摊出去同款，那这个吃落去，那个。OK， 这个给吃下去吼，大概两分钟，我也公布刚刚那个答案吼。Taxi。坐来到古邦内达嘛。奥特曼先生全部覚えられたの？私だけじゃないと思いますよ。五番目は電話です。七番目は温泉だな。すごい。まあバラバラの単語を覚えるのは非常に難しい。ですから特別講師の先生方皆さん。こういうやり方で覚えられたはずですね。例えば、伊野先生と生徒六人が新潟に旅行した。電車の中で伊野先生のおごりでコーヒーを飲んだ。コーヒーま、ちょっと駅に到着すると、カメラの写真機で、のカメラで記念写真を撮った。その後で手帳を見ながら、宿に電話をしてタクシーで向かった。着いたら温泉に入ろうと思ったら先に猿が入ってきた。というようにストーリー仕立てにしたらどうでしょうかね。那不是死背书，我们还有记忆术，就像心智图，我是可以告诉大家你怎么去整理你现在念的历史，哦，或是我学的一个学问，或是小说，或是我要做的。鎖のように連結させると覚えやすい。そう、そこで登場するのはな。メモリーツリーだ。ここに一本の木がある。最も重要な事柄は、この太くて大きい木だ。そして枝葉の部分に、それに関連するさまざまな事柄を書き込んでいく。その中で必ず絵を描いたり色を塗ったりする象徴性。例えばフランス革命を例に、ちょっとメモリーツリーを作ってみよう。一直想，哎、欸，我这个学问，我法国大革命，我都记起来啊，我不用死背，对不对？你都知道了。
你可以用颜色图样去加强你的记性。落書きであればあるほどいいんだ。哇，各位，红啊，你看，注意吧。哎呀，シンボル。哎，你都在记起来。左右脑。刚刚你说左右脑，你这也是运用左右脑。你可以用你的那个图画，还有你的颜色去记。できたメモリーツリーはみんなで交換する。そうすると、ただ教科書を読んで暗記するにははるかに効率よく暗記ができるんだ。一人が楽しくて覚えやすいメモリーツリーをつければ。OK、我们切掉哈，现在剩下十分钟。来，我们再继续。就是创意的思考，我整理了这么多，你有什么 idea 出来？哎，叙述解决问题，你有什么风险？那你目标是什么？那你要改善的方向是什么？你也像这种心智图把它写出来。那我这个是用 brain brown 这个主要主干写出来，但是下面让你们自己去写，就 flow。你有什么 idea， 你自己就是把它写下来。哦，再来，这个鱼骨图也是类似，它有分析原因，是我已经发生代志啊。啊，我们要用 PDCA 来改管，或者其他的方法根本分析来改管。啊，预应是讲，哎，可能医院都有可能会发生火灾，对不对？啊，你不能等火灾以后再去检讨，大部分的人就是火灾以后再去检讨。那可不可以我开刀房？哎，我这么等了一个病人开刀呢，哎，器官移植，结果化学灰灾，咩喏？啊，你都要看我，你先想结果，那原因。结果可能会这样，那原因呢？把它原因拟出来，那我们去阻止它可能会发生火灾。若是它发生火灾，有没有一个方式先把蓄电？因为它要看它的生命图像嘛。那你怎么在正在开刀？因为你的暴露到细菌里面，啊，突然发生火灾，你有什么路径可以保留目前的状况，把病人？移到比较安全的地方，整个路径是把它规划好，将来有可能这样子的话，这叫预应式的，可能会这样啊，我安排这样，我希望不要火灾，但是有火灾我怎么样去安置，这个意思。哦，这鱼骨图的是讲我个原因，人的原因，啊，这 process 跟这个环境啊，物件，哦，啊，什么方法管理方法啊来改观，这是已经发生了吼，那是来检讨。啊，我提唔到药啊，咩啊？你来去改善你设备啊、核对的机制啊、调配流程，啊个细的方法，就像那个 flow 一样，这个是主干嘛？对不？是迄个 brown 嘛？对不？啊，因解决这个尾得尾出来，因这个方向是向这边的，说吼，哦，你要怎么去可能这些污染去做改善？吼，哦，啊，即嘛到第四吼，哦，体验制度，你看。这条厝拢会使甲训练，尿厝拢会使训练，为虾米人类袂使？啊，都爱一套方法对不？我搞多啊，迄个基本上诶，我讲点线面架构起来，你就要去 action。action 不是拍电影拢讲 action 对不？你袂使讲我讲拍电影一个剧本，你要来拍出来。我这讲那剧本，你这嘛爱甲拍出来。人家为什么以色列会这么成功？他们有很多 idea， 你能甲做出来？你看那滴灌进术。滴灌技术，你知无？因是一个沙漠的国家，引海水，然后佮变化了，可以专门去在树木那个定点去装那个什么滴灌树木那个渠道。他们现在这个花还可以输出哎，你不觉得他们太厉害了？来，大家来看，那水看会使那变化，台湾不要缺水。除了说我们不要去乱栽种东西呀，啊，那个泥沙太多，当中你可以海水可不可以怎么？因为我们台湾四边都是海，还可以运用啊。除了观光业，我们还可以怎么运用？有没有想法哈？啊，这就是讲我有一个提案出来，菜肴什么食材都很好了，我回来炒菜，哎，咸虾我阁无搞，好，我阁回来去改变。这个你要有一个 idea， 你变哪做，变哪煮，这段经过你不管研究，阁别人给你的经验，啊，阁甲你方法甲你讲。啊，伊讲安那改善，啊，你阁做一个较好的切操，这是一个比喻啦，吼，哦，这是一个比喻，吼，哦。譬如讲，我一个专案，我叫做长照，吼，哦，哎，欸，咱台湾人寿命越来越高呢，啊，拢老人要安那照顾呢？我阁爱排囡仔迄个负担呢，啊，有一个
他常照的对象是什么？哦，可能失智症的老人啊，或是重病啊，或是说真的年纪很大了，哦，你的对象，你构思是什么？我要怎么给付？钱怎么来嘛？哦，啊，进度呢？啊，要改善呢？哦，啊，内容安怎？你把这个方案用这种方法，把做一个这个拼盘，啊，把它具体化，啊，把它实现出来。赶快啦！我一般拢在讲报告，报告谁？报告谁？啊，我有想法，但是这个都仅次一个阶段，没有付诸行事，我只是在想而已。那提案书就是你有在写了，你有在准备了，但是提案不是你准备提出来就算了，你还要企划，企划是更精准的，一个一个方向出来的。吼，哎，我刚刚说 PDCA 啦，就 plan 就是有一个计划，度就是去走。啊 ，check 就是我去评估，我去计划做完，搁爱评估，评估搁爱搁个爱选出来。哦，伊有讲 see 就是去做，去看顾，去了解，去观察验证。啊，搁有人讲 PDCA， 然后 CAPD， 这就是你去做有问题，叫做根本分析，发现问题啊，搁在鱼骨图发现问题，那去改善。啊，搁有 CADPD 就是讲我已经发生，还袂发生代志，我先个 check。啊，比如讲啊，有可能会发生火灾，我先个火灾有可能发生的状况，先给他做一个我刚刚说有什么路径可以逃啊？那个电的嘛啊，怎么去有这个电能够维持他生命迹象？因为正在开刀嘛，你先把那个检讨，可能会发生火灾，然后预防啊，这样一个是先做了检讨，一个是先检讨，哎，预防。可能做之后会有错误产生，所以 PDCA、CAPD、CAPD， 还有是几个流程前后都有人这样来运用。让台湾民政府以后啊，执政以后啊，每个单位都要有一个提案，员工贡献自己的 idea， 不是说我朝九晚五搞安尼做代几年，我还有新鲜的东西 idea 提出来，又把它架构建起来，然后有一个提案出来，然后再把企划出来，实现出来。你不觉得这样很有趣吗？哦，啊，你滑手机在滑什么？不是说我只是看看连续剧啊，看看那些讯息。你从里面有网络资料，有写人家的讯息，你把它架构到你的脑筋里面，具体呈现你有什么喜欢，你想要捧什么菜肴出来，要对咱台湾人阿伯未来有什么好处？不是讲我纯粹跟你打电动，我坦白跟大家讲的，去捷运站边仔去看，伊拢唔知道我咧看伊呢。我就从头到尾都看着女生给她看，她都不知道我在看她，为什么？她很认真在看她里面的东西，她竟然就忽略到周遭的人，忽略到你的跟人家的互动，还有可能会陷于你自己危险的地步，哦，状况怎么样？你一直在滑你的手机，啊，果然滑手机滑到讲保罗去看坑的里面，太离谱了。我讲你现在做什么就像那做什么的样子，你真的要滑手机？好，可以。定点，我滑一滑完了，来，我认真走路，不要我边走又边滑 ，lucky， 挑起，啊，那我现在没有用，啊，我滑手机一定要滑有意义的嘛，我吸收一些东西进来嘛，啊，看连续剧回家看就好了，你在手机浪费电，那边看娱乐而已，对吧？你浪费你的视力，啊，你脑筋就变成死板板的，可惜啦，这个一个替案，一个替换案出来，吼，啊，我怎么规划，啊，怎么把它行动？然后我怎么把它报告出来？那但报告出来的主要意思是说啊，大家对我的研究不好，我的提案不好，然后等下个改善，就是你要报告给大家听。我现在把我学的台湾论，还有提案，还有一些这些东西，我报告给大家听。我回来我不是不检讨哦，我回来一定会再改我的 chart， 就是我要讲的内容啊。我现在讲话是不是太粗鲁了？还是说我讲的不够仔细？我都会去检讨自己，这类似就是这种提案出来，这简报供我打给听的都是哎呀呢，哦啊，我是在药局担任药师，我们急诊就是白色很乱，所以我用了方法把它弄好。那因为时间快到了，我们有一个教导组织，建立一个年人有效能的团队哈，哦。这个就是说，这个团队在沙漠看坑了给他们要怎么样自救，他就把原来飞机打掉，重做一个飞机，这个考验他们团队的精神呐，啊。好，哦，这个跳过去，因为他有统计说，当你危急的时候，这些能够帮你什么？啊，网络统计出来，最多大家还是希望有光线，不
不要说没有光线，阴暗那就没有希望，但都在阴天里面，或是说暗地里，你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所以大家统计灯光是很重要的。我这只是让大家知道，台湾民政府执政，哎，这些东西都要做，尤其是我们身份证这些法理很重要，以后执政以后人性化的政策很重要。人性化就以马斯洛生理安全、社会尊重，还有自我实现，弄爱走个。每次跟我连我生理需求啦，满足我。你中华民国，你可能连这嘛无啦。22K 啦，现在22K，大学毕业27K，啊，倒退到20年前都还不如。哦，你看我连生理需求都没有。人性化的政策很重要，人性化政策，我想希腊子啊，有希哈苦，那喜爱希腊子，日本天皇的方法，还有些人性的方法，教导的方法，吼、哦，日俗美战主干专业都是你即摆学习的，不只是学校的吼，阿、哦、公你要清廉不贪，好，这是以前专制课程学习只为个人，但是现在教导是你进步我进步，我别再暗卡的，我就公布出来吼，大家知影，大家去学习安尼，吼、哦，阿、啊、你进步我进步，唔是讲我老师我都话搞，我嘛爱进步吼，阿、哦啊、你嘛大家嘛继续进步。哦、中国体系就是要人民的血汗的东西，他却不付出。可是欧美，他不会浪费纳税人 的钱，我们也要学习欧美。哦啊、这是中国教育体制下这种管理的方法。这就是你要建立一个团队，设定目标，积极沟通改善，积极考核面试、哦、面谈奖惩，这个你都可以按下去、哦、有这网络。你打我的名字就有很多列出来，这是以前我在台北州有一项一项讲演讲给大家听的，你可以网络点来看。那我们要学习柯文哲，这个他让我很敬佩，他是一个素人却敢跟媒体、敢跟财团、敢跟中华民国这个马英九呛声，安那伊也无一定的架势呢，伊敢做得来。所以呢，你要去接政权的时候，你要你的气魄出来，三支剑，多三支，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哦，是三支剑，放在身躯顶的，你的锐利的眼光，你不要说给人看你看衰去，你惊到要死。你三支剑放在身躯的，然后你要有架势出来，对方就被就会服服帖帖啊！你小心哈、哦。不要设，就是进入人家的圈套里面，哈、哦，人家又诱惑你，用什么工程，用什么钱啊？前朝有把给你留对手提，人对钱有兴趣的是台湾民众，给人的薪水安尼都会使啊。啊，那别人的咱卖去白，啊，那别人的迄是大家的，咱落爱去计划，啊，那对台湾的好处，哎，唔好白的，唔是咱的，咱拢卖去提，吼、哦，最后大家会做一个一个了解吼。哦那我今天你就说我还有一个给大家 这是你的船，你要让它变成更好的一个非常散漫的一个舰队里面的一些船员啊，怎么这个舰长把它在2年之内把它改革好。那我要大家要跟他讲，台湾民政府是我们的船，我们接政权要把台湾顾好，把所有在中国体系之下那个肮脏龌龊的都把它赶走，把它丢掉，我们新的未来就是靠我们去整治，我们希望尽快能够融入无缝接轨，还再花2年就比较辛苦了，就希望大家一起努力。好，那这些可以网络下载自己去看。那我今天讲到这里，不好意思耽误大家5分钟的时间，那大家准备吃饭了，谢谢大家。